大家好，我是凯旋老师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今天教大家画的是动画片《海贼王》里面的路飞。小朋友，快点来和老师一起画画吧。先画个半圆，把路飞的帽子画好。用锯齿线把路飞的头发画好。路飞的脸是一个半圆。画出眼睛和嘴巴。画一个小方块，中间写一个字母 HA， 画出路飞的裤子，画出路飞的手和脚。把路飞的头发涂黑，画出路飞的耳朵，用粗线勾线笔加深一下有需要的地方。给路飞的帽子和裤带涂上土黄色，
给路飞的帽带和上衣涂上红色。不要涂得太贴边，避免弄脏其他地方，涂不到的地方可以用相同颜色的彩铅笔补涂上。我们不要拘泥于用什么材料，儿童画没必要受那么多限制，可以画得随意一点，放松一点，自由一点，开心一点。给路飞的裤子涂上蓝色。用彩铅给路飞的皮肤涂上肉粉色。用红色的彩铅给路飞的脸涂一层淡淡的腮红。这样就画好了。小朋友，你们画好了吗？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，就请点赞、订阅、关注我吧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每一个视频了。小朋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